我的师父啊，星云大师，他这个一心呢，要把佛法呢弘扬到全世界去。那么我们在这一个理想啊，大师的这个把佛法弘扬全球五大洲，每一个地方呢，几乎都有丰硕的成果。在60年来，在他的一个弘法的生涯里面，那当然印度呢，在佛陀在这个大师的一个内心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说，印度它是佛教的一个发源地。然后大师在3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踏上了印度的国土，就是金刚大塔。他当时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就像我们中国人的那一句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然后他就觉得说啊，如果他现在死了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曾经呢，在编辑他的这个年谱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很疑惑，为什么大师他这样子一生都在弘法，他为什么会觉得到了金刚大塔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说啊，他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就想说，这样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是一个念头，就好像我内心当中的一份种子在萌芽一样。我对印度毫无概念。然后在我之前呢，我们有一位师兄呢，他在早年的时候就跟随着大师，大师后来就陆续都有带团到印度来。那么有一位比较年轻的他当时才18岁，是马来西亚的人，他叫玉华法师。那他就师父呢，他到了那个印度的时候，他就问有谁要留在印度，那他就很勇敢，他就留下来了。那留下来他也陆续他也在这个印度就是也做了一些事情嘛。那他读书并不像我这样子在一个正式的一个学位，他就是在印度这样，然后也在达拉姆萨拉学辩经。可是呢因为他的关系呢，他成就了一个就是三坛大戒，在菩提戒也是一样，像我们这样会多么不容易举行的。那这一次三坛大戒呢，也是度了，就是说让很多没有办法受具足戒的女性，就是出家人就是比丘尼，他们能够受这个具足戒，特别是指尼泊尔啦、印度啦、斯里兰卡这些比丘尼，成就他们。然后这个依法法师的想法，他觉得说，那我们应该要在这，我们全世界都有佛学院，那他觉得在印度应该要有。那也因为他的一个因缘，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想要在印度成立这样的一所佛学院。结果后来他透过了别人，把这一个他心里的想法呢，当时候就已经有8位纳达克学生已经到了加尔各答，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中心这样子，他们已经在那边了。然后呢，但是并没有老师。那还有一位是不丹的一个就是尼师这样子。那他心里想说，那就以我们加尔各答那个华人奉献的一个小小的三合院的地方，就以那边为据点，然后我们成立这个佛学院。那这个佛学院就取名为印度佛学院，就是在印度嘛。那这样子就表示说，我们在全世界呢，就唯一没有的就是在印度，那就成立了。可是问题没有老师，然后他就想到我。那为什么他想到我，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说我为什么会到印度，我觉得一个是就只能讲说这是一个因缘，就是一种我自己跟印度的这一块土地的一个缘分。那第二个比较近因，就是我刚刚提到说看到大师他第一次来到印度的时候那一份的感动，所以我当时念头当中已经升起这样的一个疑惑，然后那一个疑惑就是我来到印度的一个种子。对，那么你我在印度做了这一个刚刚讲说印度佛学院呢，总共从1999年到了2002年的这3年的当中，我就是成立这一个印度佛学院。
然后就当然这些孩子啊，就是等于也是很 local， 大部分是来自那。真的，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困难就是那种文化的冲突，就是我是一个中国人，那我面对的学生呢都是当地的这些印度孩子嘛，哈，我说主要的还是来自拉达克一开始，那慢慢的我的学生呢越来越多，就是曾经多到40个人，那40个人我们在那一个小小的破房子里面，甚至下雨都会漏水的，哈，这样的一个客难的环境当中呢，我来对他们进行这种佛门的基础的教育，然后当然我是很希望说他们能够语言大家都能够相通嘛，所以我就是教他们中文。那怎么教？我的英文也不好，我也不会讲印度话。然后在这个学生当中呢，其实印度的语言呢，它本身有多种的语言哦，不是说只有一个拉达克话，他们也讲。从不同的省份来的人呢，他讲不同省份的语言，像西孟省有西孟省的话，然后呢尼泊尔有尼泊尔的话，那南印度北印度的话通通都不一样。但是呢我就让学生呢，其中训练一两个他比较会的，他们就帮我从这个我讲出去的这个中文呢，他们把它翻译成 Hindi，然后再从 Hindi 呢，他们再把它转成他们各地不同的这个语言，所以其实呢，我觉得，这一个教学呢是很有挑战性的，就是说，一堂课呢，这个我讲出来的一句话呢，被学生翻译过以后哈，我都不晓得说，到底当时候他们的翻译是不是正确，还有他怎么样理解，但总之呢，我觉得学生们也都很认真在学习。所以很快的，大概半年以后呢，他们几乎哈就可以跟我做对话。那我的一个中文，就是对外国学生的一个教学，我也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我完全呢就是根据当地的一个条件，然后我自己自编教材，然后就是直接就是我把台湾的那个波波摩佛呢，我就直接。就这样子教，因为当时我想说，这个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样的文法都不用，我们就是直接然后来实物教学。那这个就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一个是文化冲突，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语言的那个沟通的问题。我觉得呢，拉达克人呢，他们天生比较淳朴。那他们也是有佛教信仰，所以我去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感觉到他们非常的善良。那当然我觉得困难的是一种生活的习性上的一个克服，因为毕竟呢印度的一个社会就是没有去教导孩子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呢，常常要告诉他们说，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就好像佛陀当时他成立僧团的时候，他也是设了很多的那个规矩嘛，就是戒律嘛。那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很不习惯说，我们在家里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要做那个不能做啊，都是很自由的，让他们自由发展。可是呢，他们来跟我生活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给他们设了很多的限制。那这个彼此当中呢，他会很多的这个摩擦这样子。可是基本上呢，因为呢，这些学生呢，我也是把他们当成就像孩子一样嘛，因为我也一个人在印度，那他们也是从那个山上这样子到了城市，然后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当然久了以后彼此都能够了解，那就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磨合时期呢是可以被理解，只是说教育的过程当中本来就会老师跟学生之间呢都会有这些冲突点存在，这是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然后
当然这些困难呢，我也会觉得说，本来我们去种一棵树，可能十年可以看到成果，但是当我们去做教育工作呢，一百年你才可以成就一个人。而且我也心里很明白说，即使我今天教了一百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成就，我已经感到非常欣慰了。可是其实都蛮成功的，就是说我大概那三年的时间呢，送了男学生女孩子回佛光山，然后他们今天又能够回到印度本土，甚至被派到马来西亚还有那个新加坡什么，他们在做这个弘法工作，出家的或者是没出家的，他们基本上都能够再度回馈。我看到他们这样子，我心里觉得说，过去那个几年所吃的苦，这些呢都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就是我在尽我个人的我的生命有限的那个岁月当中呢，我对印度的一个佛教的本土化呢做了一点点的这种心，就是我尽我一点点的绵薄的这种心力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后来呢，这个因缘也很奇妙哈，因为就是工作有转换，那有转换呢，在印度佛学院呢，我们就是有更替负责的人，那后来我就到了德里大学，那到德里大学呢，我的角色就对调了，我就变成印度老师的学生。对，所以这个经验是很奇妙的，就是说我在印度可以说一下子我是当印度孩子的老师，然后马上变成说我是印度老师的学生这样。是我是在佛学系的就是我从这个2002年开始我读这个硕士班，然后再读这个 MPhil Master Philosophy， 完了之后呢才继续就是申请这个佛学博士这样子，一直到2011年我才完成。然后我主修的就是南传佛教，因为我的老师呢他那个 Professor Bisu Satyabala 他是南传的长老上座，然后他精通巴利文经典三藏，所以我当时当然我们在佛学系有总共有五组六组这样子的一个分系这样子。那我就想说既然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我们说我当然不是像玄奘大师那样子踏着沙漠而来，可是呢我觉得也是这么远途来，然后真的不可以虚度，所以我就选择了最难的，那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学另外一种不同的语言，那个语言当然就是经典语言。然后老师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外国学生，所以老师呢都是用英文授课，那因此呢我一下子就是可以 pick up 两个，就是必须要学习两个语言。那这个当然在以我的当时候进去读硕士班已经42岁的，所以那个学习上呢也是要非常的努力这样子。但在我毕业典礼那一天呢，我们台湾的那个中央通讯社他来做了一个全程报道我的毕业典礼，那他当时也访问我，那我就告诉他说其实呢这一张文凭呢并不是一个学位的文凭，而是我在印度的一个文凭，我在印度生活的一个经验的文凭。然后这并不代表说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在印度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说我发现说中国的一个伟大的文明，那跟印度的这一个伟大的这一个长久的历史呢它是相应的。那作为一个中国人然后再作为一个佛教的出家的这个比丘尼呢，能够来到印度这样的一个古文明之国，我自己常常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就是那一个中印沟通的人物，就是然后我也很希望说
我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能够把中国的这一个，因为现在佛教从印度消失，那真的很觉得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之所以有佛教，也是因为佛教从印度当时僧侣像玄奘啊、法显大师、玄奘大师、一境大师，他们这样子哈、啊，这么。历经千年来的这样子踏上印度，然后把这个经典带回中国，然后让中国今天有佛教，所以我也才能够有机会作为一个修行的出家人。那现在呢，佛教呢从印度消失了，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再把佛教呢从我们的地方哈，从全世界有佛教的这个兴隆的地方呢，再把佛教带回来印度，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常大的。那我在那个德里大学的时候，刚好我的班级呢，几乎通通都是那个佛教的比丘尼，然后他们个别呢都是来自比如说东南亚佛教国家。那刚好我就在那里呢，就成立了这个国际佛光会德里大学协会。那我就请我的老师，因为他是长老上座嘛，所以就请老师呢做那个会长。然后呢，我就组织了这一个这个 committee member。这个 committee member 呢，当时我就想说，哎，就约我的同学，大家都是出家人嘛，然后就约缅甸的法师、柬埔寨的法师哈，然后韩国的、泰国的，不一样的这个香港。结果呢，我当时呢也不晓得他们都是代表他们自己僧团 student 香港的那个都是 leader， 所以刚刚好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呢，让我感受到说，哎，其实我这一个国际佛光会德里大学协会，它其实不跟一般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佛光协会的性质不一样，因为我是结合的不同的传统、不同教派，然后也在印度，所以每一次我办活动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支持我，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我也体会到那一种我刚刚讲说是globalization， 就是我也感觉到这个其实也是佛教在印度的一个全球化的现象。